先坐一会儿。我不坐。怎么啦？林小蝶，你是谁啊？我就是我呀，你这是什么问题啊？回答我，你到底是谁？大神，你喝多了，还是休息一下吧，行。穿过去，我不。别脱衣服，大神。别跟着我。听话啊，穿过去，别脱。哎哎，哎呀，跟你说了别脱，你这样很容易着凉的。妈！别别别别，不合适不合适，大神大神不合适，别脱别脱别脱。那个，你是大神，你要是这样的话会感冒的，冷静淡定，稳住。我热。热是吧？热热，我给你开空调，别脱衣服，开空调，开空调，马上来。啊，好好，我开了，我这就开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脱，跟你说了别脱，跟你说了别脱呀！你现在喝多了，一会儿很容易着凉的，而且浴室那么滑，你啊，好吵啊。大神，你冷静一点啊！你是大神，你是高高在上的大神，所以你不能这样的。你，觉得。